真的好开心，我们林宥嘉呢？这个这边这个台很嗨，像不像你的演唱会的感缩小版？其实不像啊，但这个台很嗨，真的是。林宥嘉说抖六很嗨，你们要不要嗨给他听？我真的很开心，因为刚刚我才讲说今天的压轴已经要演唱，他们全部都疯了。然后抖六高中、抖六加上与环球，哪里哪里？来，慢慢来，慢慢来，我们好好的告诉林宥嘉，你们是哪个学校？抖六加上，那还有抖六高中在哪里？青春洋溢。啊，斗六国中在哪里？好啊，那个云科大在哪里？哦，迷幻迷幻林宥嘉的粉丝在哪里？耶，谢谢谢谢。林宥嘉棒不棒？可爱不可爱？唱歌好不好听？专辑有没有买？我跟你讲，你专辑真的好好听，百听不厌，对不对？哎，你还带 CD 来耶？这是改版，哎，第一版、第二版都有，哎，好厉害哦！谢谢谢谢。哇，来，大家比一个我爱你的手势，这样好不好？这是我爱你的手势。对，我爱你的手势，来，比给林宥嘉，耶！好啦，今天我们还是要把时间留给你哈，好好的跟我们斗六的乡亲父老兄弟姊妹来说声问声好，好不好？来，一二三。好，各位斗六的乡亲父老姐妹，你们好。少了兄弟，对不对？兄弟姐妹，你们好！我等一下可不可以再唱一次刚刚那一首？为什么？因为我刚刚唱错了。真的吗？对。我们 PA 台可以吧？因为我觉得要求完美之下。等一下唱完之后再唱一次好不好？就是现在唱一下，等一下唱一次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好，等一下。有时间的话，没有时间我也是可以。好好好。那你们要不要听他再唱一次？哎呀，全部唱完再唱最后一次，还是说现在就改唱第二次？那么全部唱完再唱，再唱一次，要血耻对不对？没有，因为这样比较好玩。哎，就是大家都这么多人的话，感觉好像很嗨。对啊。而且我跟你讲，舞台对面有个海绵宝宝一直抢镜头，海绵宝宝一直跟我们林宥嘉挥手哈。一个气球。好了好了，那你们想不想得到林宥嘉丢给你们的荧光棒？谁想得到？好，我们看林宥嘉会丢给谁？哎，有人在抓你的脚哦，小心！不要脱我的鞋子，不要摸哦！哪边喊林宥嘉最大声，他就看哪一边。边喊林宥嘉，包子们、诱惑、迷幻，我们的论坛，走廊下的要不要？你们丢得到走廊下的吗？要丢的吗？你们嘴巴张开会被他射到。向日葵，向日葵，向日葵，向日葵的也要。那个我应该这个丢不过去吧？这么轻。向日葵，宝岛眼镜的要不要？宝岛眼镜要不要？佐丹奴 Banano 要不要？红帽子帅哥要不要？摄影大哥旁边的小学生要不要？有买林宥嘉专辑的优先？有看星光大道比赛的优先？最喜欢听他唱我爱的人的优先？最想听他唱再别康桥的优先？想不想听他唱伯乐？哇，斗六的朋友都对林宥嘉的歌很熟悉，对不对？我还没有看今天的歌单啊，我不知道林宥嘉会唱伯乐，只是说我们每一首歌都很好听。圣诞老公公，林宥嘉是我们今天的圣诞老公公。那个小孩子一直跟你挥手，可是你有办法丢到那边吗？那个车里面小朋友。林宥嘉可能没办法丢那么远嘞，爸爸你要替他接一下，先给你接吧，二来，一、零、三，算了啦，算了啦，那真的是太远了。斗六高中的在哪里？斗六加上在。